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王者荣耀瑶妹的八宝莉皮肤造型曝光了，鹿的形态就是这种水银造型的金属鹿，鹿脖子上戴着是大大的八宝莉 logo， 看起来是不是很护态？而瑶妹看起来就更护态了，瑶妹的武器还有头上鹿角的颜色和鹿是一样的，而瑶妹全身装备换到现实起码也要好几万大洋，而这款皮肤的造型和设计稿比较确实差距不大，不过设计稿毕竟没有那么华丽啊。当然还要注意左下角几个字，仅为品牌宣传使用，也就是说游戏的造型可能不会这么精致华丽啊，毕竟游戏的效果和动画的效果还是有一定的差距。而皮肤的动画做得这么好看，不知道新传说皮肤是否也会有动画版效果出现。新传说的设计稿是蓝色衣服，然后把瑶妹的衣服换成蓝色，是不是就是她的造型呢？那么小伙伴，你们觉得瑶妹的这款皮肤如何呢？